大家好，我是世豪。今天我要给小灯准备一件浪漫的事。我们在外面已经有十多天了吧？小灯每天都要看一看监控，看看叔叔在家里干什么，但也没办法回不去。所以今天我准备给小灯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开始准备出发。这是我准备的道具，没有厨房只能点外卖了。趁着他没回来，我赶紧把这布置一下。哎呦，真沉！我朋友都说，男生就应该多浪漫一点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小灯吃烛光晚餐。这我买的香薰蜡烛，条件有限，但氛围得拉满。昨天卖完了，又买了两个这龙凤烛，喝瓶水，把那花插进。一般花不插花盆里，插到矿泉水瓶里也浪漫。呀，这不是摆田地那一号蜡烛？红蜡烛呀。好了，这是我买了点牛排，因为平常烛光晚餐不都配牛排吗？快好了。谁呀、啊？你可回来了？刚回来这么快了？啥呀？你想变性了？咋了？这广告要打我几了？要打我几个啥小鱼了？我又用了。快下鱼了。我又用了。你这搞啥的时候你？你排的啥呀？两万呢。你去不去？去吧。拜拜。火车也行。哦，我取钱在这儿。浪漫王子上线。来了，来了。霍金，没卖。我给前台要了，他是没有打火机，因为酒店禁止吸烟。你还用这个？你看你，这干啥关着灯？别等下回来。炒菜呢？有毛病吧？你不会瞅过来吧？吃饭吧，先。吃饭，吃饭。你还要不要打火机？我去买。不要了。不要。耽误事。你还不开灯吗？哦。咱吃烛光晚餐了，你不给弄活，咋样？不行吗？你看那俩蜡烛买的。黑椒牛柳。你看那个蜡烛。你是搞啥烛光晚餐呀？结婚仪式啊。结婚仪式是啥？你看看龙凤呈祥。那不买这号蜡烛啊你。买完了就那俩了，那不得再配俩。你还点不点了？我去你找买个打火机。不要了，吃吧，我饿了。黑椒牛柳。叫披萨。赶紧入席，饭都凉了。没有灯光，没有氛围感呀。坐这吧。这是啥？还有人骗你的。
现在还八个了，都没开始。志远，志远，来。这是咱俩第一个珠光湾盘，虽然没有珠光，但是湾盘，是吧？老贾，我给您做个正儿八经的，看您天天相夹。没有，您在外边时间长了，确实感觉有点没有归属感。主要知道您担心叔叔呢。其实今天我有可多计划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。其中最大的一个。计划就是，今年结婚。我也想成为。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、小礼物，晚饭我都带您去。这二百元闹腾。看这个。你看，啥前面？迪士尼门票。啊？你上次不是说想去了，又没去成？哪一天呀？明天，明天吃完饭咱就走。虽然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但是我身后一直被浪漫的朋友感觉。你总是答应说有问必答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你挺难的感觉。那咱别去了。